哦，
要两个人要吃啊，哈！你要两个骨鸡腿。哦，这你干嘛？哦，你要两个够人要吃啊，这路口食一块七十块了，你等于真正只是七十块就好啦。讲真咧，用钱的，用七十块拢好啦。哎呀，我少食啊，一过年后来两百块够人要吃啊，两百块。安尼啦，咱卖多少啊啦？两块啦，我少一块七十块，后人两百块，另外两鸡腿排够人要吃啊。这你敢好？这不错吃，这不错吃。哎呀，我讲今天这袂歹食，两百块就好啊。阿仔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这两块搁送你啊，两百块就好啊。够兴趣？无兴趣，对鸡肉无兴趣，对鸡肉没兴趣。这下我你讲，后日摆咱包火锅，高肉火锅来，阮包到有咧份。要老人拢有三种物件，你要介绍我做朋友。吓吼，吓，咱讲真诶，咱讲真诶啦，你要介绍一下我做朋友诶。你好意思？我看中朋友啦，我看中财大气粗的朋友啦，我讲真诶。啊，这袂晓煮，恁斗鼎，恁斗鼎，啊，这有鼎就会晓煮啊。咱讲真诶，真真诶俩，真真诶俩，这无啥物好困难。阿公要食饭哈。哎，阿仔阿姨等较久，我将将来好不？吓吓，我将将来。阿仔人生咧无偌济，我咧讲今日今日第一天来，我上万人八遍，但是恁后头来卖好。我讲真诶，我讲真诶啦，这七千路目前市面上第二贵诶，就是这第二贵诶啦。七千路目前是第二贵诶，七千路目前是第二贵诶。你听我讲话，第一名是加州路，加州路你知影？伊诶身躯小可带青青。带青青，迄就是加州路。嘿，人讲的土地牛，迄阵绿，迄就是这啊。啊不，迄就是迄加州路。啊，这第二名，迄第三名贵的。你听有意思无？这路口吼，你去七斤七六，一斤七五，就百五块。不管大细只哦，就是百五块，一行就对啊啦。安尼，我问者，这两只好来啊？你去路口了，上过超过三百块啦。我问者，三百块有人要食无？安尼啦，即摆搁送你，即摆搁请你，安尼三百块有人要食无？七星如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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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雨。你等于用炊的、用蒸的、用糖醋、用红烧好食啦。哎呀，仔哦，阿仔哦，安尼啦，咱卖了说二百五好无？二百五两百块就好啊啦。这一尾五十块，我讲真的，你买无啊啦？一尾两尾三尾，后来一四尾后来，我借钱两百块就好啊，两百块。安尼啦，搁有人要吃无？两尾四尾后来两百块啦。来来，存这两尾，存这两尾，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捞伊捞伊，你捞伊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你搁买遐？好，你搁买老板买？我老板骗老板，百五我骗到你还。马进啊，马进！哎，阮当个你咧做老板，你钱啊，好歹啦。三百、五百、六百，哎，到底是对啊，唔对啊？你啷讲真咧？对啦吼，对啦吼。安尼啦，哎，我问一下阿姨啊，你讲要食啥货，我都袂记得去。后尾食这个哦，啊，这来来来，这咱讲，这叫啥花鲳鱼？该处理，应该处理，阿姨应该处理。哎，这啊，这叫花鲳鱼，你知无？会抢就对啊啦。这吼，你当年要怎煮，你会晓煮未？我你讲，你甲内顺内内，画线画的画，你甲三针针起来了后，三胡椒盐，三胡椒盐了后，安怎煮？四个檬，一个檬五块十块尔啦。你甲几只个檬，就甲路口摊头顶咧卖是同款啦。啊，我是讲这是大只，唔是细只。这你去路口买吼。一尾落口卖你偌济，九十八十拢有啦。这两尾我少食，这三尾后来开二一千，我少食两百块，有人要食啊？无两百块。花鲳两百块，有人要食的哈？诶，花鲳两百块应该是算无贵啊啦，我讲真的啦。安尼啦，无我少一届。诶，真正我讲真的，头一届来，头一届来啦。我上好你无瘾啦，我少食这四招啦，两百块有人要食的。这啊，你好吼。我唔好呢，咱讲真的啦。就是遐，互你个，看有人要爱无？咱一届就好啊，一个月来两百块就好啊。花鲳一尾剩四十块银啦，我讲真个啦，两尾、三尾、四尾来，一个月来我借一两百块，看有人要食两百块。
回手两百块，有人要吃的无？哈，花苍蝇。来头平安仔啊！我搁问一下，这回手敢搁有人要吃？哈，两百块来，四百块来，我借钱去五百块，去两百块来头平安仔阿姨。来，还搁有人要吃无？这咱差了偌济，我讲这个两百四百块来了，这五百块来，我借钱两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两百块。花苍蝇两百块，搁有人要吃啊？回手两百块，有人要啊？回手两百块，有人要吃啊？哎、欸，这啊，你买只花苍鱼哦，这好食嘞，这把这油腻的往进嘞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无安尼啦，我问一下啦，好不好？现场消费十块以上的举手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场消费十块以上的，十块钱，十块钱就好了，靠了，无人消费十块，现在要消费十块是啊困难了，十块嘞。干那一只蛤蟆都卖十块啊，一只蛤蟆都卖咩安尼哦？你等我两分钟好无？你等我两分钟。哇，你直接用飞飞的，我等下叫直升机来载。哦，恁家最近那直升机要求侪，我讲真的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上最上简单的开始安尼好无？这蛤蟆有人要吃啊无啊？蛤蟆啦，外口一斤偌济？这无大料，我讲真的，你当面煮汤烧开拢好。买买等你煮汤，买买等你烧开拢无要紧啦，你听有意思无？这路口一斤长烧搁卖偌济？搁放六十块、七十块拢有啦。系啊，路口干那只，你去提到好提偌济？提超过百二块啦。我招一个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一百块。大，安尼啊，你食较济好无？诶，好啦吼，啊无买等你烧开嘛好啦，我讲真诶啦。来，安尼一百块就好啦。我问一下，搁有人要蛤蟆？呐，蛤蟆一百块，搁有人要吃啊？这对蛤蟆一百块有人要啊？这对蛤蟆一百块无人要吃。